亲子同享的粉丝们，大家好！今天来跟大家分享的这一个这个料理，好、哦，这个是来自高雄的古德鸡哦，古德鸡这个还蛮有名的哦。那我们现在这边有两包不同的料理，就是一个是十全的乌骨鸡，那一个是人参的红炖鸡汤。好、哦，这个鸡汤真的很有营养，很有营养。来，我们一个一个先帮大家介绍。好、哦，这个产品呢，其实让你收到的时候啊，它是不用冷冻的，哈、哦，不用冷冻的，只要冷藏就可以了，就冷藏就可以了。那这边好、哦，它有它的品名，那品名来的时候会帮你勾一下，就是说、哦、这里面的是什么食，这是哪一个食材？好、哦，这是乌骨鸡的，你看纯正的乌骨土鸡哦，十全汤，好、哦，还有枸杞红枣，好、哦，这边都很有营养，而且对那个妈妈啊或小朋友啊，其实都很有营养。重量是2500克，好、哦，2500克。那这边有些，你看它的热量，好、哦，还有一些使用的方式。这边有写使用的方式，很简单，好、哦，它就是用电锅或隔水加热就可以了。那我们等一下就把它倒到我们的锅子里面，我们去电锅加热，好、哦、就可以吃。那它保存期限6个月，基本上就是冷藏在0到7度C 的这冰箱里面，不用冷冻，好、哦，不要冷冻。那这边在下面一点，它有保存的方式，好、哦，直接冷藏在0度到7度，不要冷冻，真的不要冷冻，好、哦。非公即使应一定要加热，那可以水煮，水煮当然就是跟滚水，让它放在已经滚的水中，然后中火去加热到15-20分钟就可以吃。那电锅的部分，我们就是等一下直接放到电锅里面加热，好，那可以用稍微再加一点适量的水倒到外锅中，好，就是一般的电锅使用方式。好，那这个产品哦，你看无药物残留、哦、而且真的是当地地基限定，而且是有工厂经过 ISO22000 验证的，所以食安真的是没有问题、哦、而且它你看绝对不含不添加防腐剂、哦、不添加防腐剂以及化学的添加物，这边有期限、哦、这个到10月1号，所以说标示的都很清楚。那我们等一下就来做、哦、就把它放入电锅做给大家吃啊，做给大家看、哦、大家那个等一下双宝说他们已经点名了，他们要十全乌骨鸡汤，那下次我们再来煮人参红炖鸡汤给大家看看里面的内容物。 OK， 那等一下我们就继续拍给大家，就是给大家看一下内容咯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直接、哦、开箱给大家看。好，我们直接把我们的包装给打开来，有没有？它是一个提袋的设计，很方便，很方便。好，然后来直接把它拆箱，拆给大家看喽。哦，里面还有一个包装啊，好、哦，里面还有一个包装盒，好、哦，所以在拆的时候要小心，好、哦，就是里面还有一个袋子。所以拆开的时候要很小心，不然等一下一起破掉了哈。来，我们就直接一起从这边拆下去，让它流出来好了。哎，等一下，哎呀，哇，真的汤汁好多、哦。好，我们先把上面的拆掉好了，这样才拿得起来。OK， 你看，噔噔噔噔，我把它拿起来咯，里面有一些汤汁就还是要留着，还是要留着。哇，你看，好大，好大包哦。好、哦，那我们就直接把它剪开，好、哦，剪开来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哇，你看这个油脂都在这里，好、哦，油脂都在这里。好好，哇，超大只的一只乌骨鸡，哇，真的要很小心呐、啊！哎呀，可惜了鸡汤了。
OK，全部给它倒进来喽。哇，好大一只，有没有？这个其实啊，可以再加一点水，好，适量的水，好，再去把它就是搅一搅，好，一点点就好了，不然到时候就是会影响它的口味口感，好，就把它挤下去就好了。OK，好，那我们就准备来放到我们的电锅烹煮哈，烹煮之后，我们再来给大家看一下。哦，你看，不小心剪到，真的是好可惜。好，这个鸡汤真的，你看看这个内容就很好吃，而且我们的乌骨鸡真的好大只一只。好，OK，那我们都等一下就来看我们煮好的乌骨鸡。哇，我们的古德鸡十全乌骨鸡汤哇，出炉喽！来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好香哇，真的超香！你看这个太汤香太汁，香了！哇，你看，晶莹剔透的汤汁，哇！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的鸡肉，好，鸡肉喽，来，一样。看一下它的鸡肉哦，鸡腿，哇，来，小朋友、小伙子还吃的鸡腿哇，耶，对，哇，而且好软嫩哦，它这样子你看，哇，哇，在家里就可以吃到这个真的鸡是汤乌骨了。鸡哦，当地地鸡出炉，哦，对，纯正的乌骨鸡，好，记得大家一定要来买哦，因为真的很补，哦。对于那个小朋友啊，有没有对刚才呀、啊。长大的、成成长长中中的小朋的，友，真的是很需要。好，小宝，你的鸡汤来喽，好营养的鸡汤好，哦，分享给大分享家，给大家喽，谢拜谢，拜。拜拜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，我们今天要来吃的就是这一道古德鸡的那个人参红炖鸡汤。哇，里面有红鱼土鸡哦，水盐糖添加物，好，那糖酒人参，哦，酵母醇增加物，好，来这边看一下，它保存期限6个月，我们现在来开给大家看喽，好，这边有期限，这个里面会有2个包装，所以我们在开的时候稍微小心一下，哦，里面会还有一个透明的包装。这边还有一个透明的包装，哇，里面的油脂好多哦，来，一小，哇，你看还有一个透明的包装，这个冷藏就好了，不是不用冷冻哈，冷藏就好了，不需冷冻。哇，你看有没有人参？哇，鸡好大只哦，现在把它打开来，我们现在要来。用电锅，好，我们来电锅烹煮这只鸡，很补哦，哇，来，倒下去哦，哇，你看那个汤汁，好像果冻哦，好，这只鸡倒下去了哦，倒下去了哦。OK，安全落地。哇，好多人参哦。哦，好，那我们现在准备把它放到我们的电锅，等一下煮出来再来大家看哦。好，那我们的人参鸡汤电锅已经煮好了，你看，哇，全部都是人参呢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它的鸡肉。哇，这只鸡超大只的，妈！很重，对不对？那个鸡腿，你看，鸡腿超大只的，哇！好，哇，这个鸡汤，你看这个鸡汤，超多油脂的，油脂脂的，真的，这个很补哦，大家赶快来买来吃哦，好，对小朋友都很好。好，OK，那我们就分享到这边喽，拜拜。